海小姐的大 G 出了点状况，我是不想跟大家讲的。你发了个视频，昨天晚上，1000多万播放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，现在座椅已经拆开晒了。我们那天去拍那台 CLK 的时候，提车开大 G 过去的，天窗是我打开的，因为大 G 这个天窗是钢板天窗，兄弟们可以过来看一眼。拍摄的时候，我想光线好一点，我又把整个天窗盖板打开了。然后内关天窗，下了2000雨，淋了个透心凉。你看现在里面的惨状，当天这边全泡水了，然后中控屏幕车机是蓝屏了，是吧？人家把这个车给我们用一下，我们给大家泡成这样。我们给我们用，而给你用。既然都搞成这个样子了，也不怕多麻烦了。这样，阿哲，前面车机换掉，直接上一套哈麦捞这个机音响。车内所有皮子重新换，换油蜡皮。我这才列装风格野性一点。我这不才装上吗？车子弄成这样子，咱懂得有歉意。后备箱看到没有？里面有点木地板。把第二排座椅加个支架，直接坐到这个轮胎上面。我搞一台大 G 迈巴赫，就这样，好吧？多长时间能交车？哎、你不是发视频吗？哎，我下这个车不是，你不怪我啊，对吧？这个事本来就不会，半个月吧，好吧，不难为你了。迈巴赫内饰，好，不解释了，拜拜。兄弟们，何小姐那台大 G 给她弄泡水了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咱们说到做到，给她改一套内饰，给她改迈巴赫奔驰大 G。我的好兄弟亮哥，国内内饰定制天花板，走，咱们现在找他。亮哥，还是那么亮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车子怎么样了？嫂子的车你放心，谁给你讲嫂子的车？我看看车，我先看看车先，你别嫂子嫂子。你这车没啥看的，先看看其他的吧。哎呦，宾利吧，雅致，你们在这边搞的？对呀、啊，当年这个镀铬前脸超级棒，哇，这内饰直接拆了，相对比较惨。看一下那个 SLS 吧。哇、哦。绿色的欧翼门，油蜡皮风格，列装，列装，这里面也是拆空了，但是你做完应该更帅，是吧？我车呢？这不你的车吗？我看这车也那是惨的，在你揭秘奔驰 G 级车里面一层隔音，薄薄一层，前面两个座椅拆掉了，门板所有东西这些都是不要了吧？一大半不要，我们去确定一下设计方案。可以，走上楼。哟，这个可以，这是你发家用的缝纫机吧？哇，你看宾利这个标，你们可以做自标的是吧？肯定的，肯定的。匠人工厂的感觉，是爱马仕的原品。对，可以。家里装修软包找你。你这里面家具都自己做的，这天角阁的，上面是一些获奖的案例，还是那么多鞋。这大哥有一爱好，玩球鞋，前女友送的呗，送完之后就是拜拜了，对吧？不，我们也不是空手来，我知道你喜欢。来来来，这是我在抖音上给你买的这个李宁绝影怠速跑鞋，还是和未来合作的限量款。就来就来，别这么客气。可以吧？里面碳纤维的，上面各种大牌潮鞋都有，正好现在活动很划算，这些鞋子比专柜便宜好几百，一定要放上去啊！必须的。你要是有兴趣，去我评论区看看，还有新人福利可以领。行，放到最显眼的位置啊、嗯！我们那个案例赶快看，好吧？这个太帅了吧！当时给了他一张这个照片，中间是这种布艺的，很优雅，知道吗？这种感觉。所以说我们就做了第一个方案，但是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很搭。最终呢，我们觉得指挥屏上的这一更完美一点，双拼色。对，那后排呢？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个跟这个格局差不多的一台车。有实车，这个就先敲定这个棕色方案，那个确实有点天马行空，不要笑话我，好吧，哥哥。哦，这也是 G， 改了内饰的。这个椅子是 S 级的椅子，哇，皮质更软。后排我看一下，我的，这个太牛逼了吧！把它架高之后，整体座椅骨架往后挪了是吧？普通 G 后排我坐不进去的，哇，这个感觉超级棒。头椅在后面，门板上面，电动调节，一键躺平，通风加热都有。迈巴赫奔驰大 G， 何小姐看了肯定很喜欢。没用，做的再好1000块才行。多久？一个月吧，就快了。那行，下个月咱们来成都看一看，是不是可以焕然一新？好吧，有感兴趣的兄弟们过来一块见证一下，然后咱们一块吃顿饭。车子马上到了，还记得吗？年前咱们把何小姐叫何，哦，不是我老婆那台大 G 给她弄泡水了。那你？是我弄的，发到成都去，亮哥给我改内饰，现在说刚改好，赶在婚礼前，驱车1600多公里从成都开过来，说是结婚礼物，迈巴赫内饰大 G， 有没有见过？马上到了，亮哥，可以可以，头发更光亮了啊，看起来看起来，哇，期不期待？里面到底搞成什么样？我已经闻到迈巴赫皮那个味道了，真假的，终于，来我给你开门，辛苦了。哥，新婚快乐！谢谢谢谢，1600多公里跑过来，导致的坑我们必须要干点明白白的。好大哥，说是一个月交车，现在拖了3个月交车，慢工出细活嘛。S680迈巴赫奔驰 G， 野性与豪华优雅于一体，说这感觉到底怎么样？还记得我们当时候这个车泡水的那个样子吗？当时候这个顶棚水都淹到底面了，网友们都说这泡水车了，不值钱了。不重要，你这照片还记得吧？你在干嘛？别，你在领我手下有这个888福利啊！哎，别提了，你不是说有8000毫米水晶领吗？我只领到888，是不是8000只有你自己能领啊？这是厂商面对大众的福利，都能去左下角领。只是我用的礼包码，所以可以领得更快。那你给我领一包吧。我先看看车，一会儿再跟你说。学这点知道吗？平时都太简约了，给你们展示一下迈巴赫大 G。
其实这个设计灵感来源于什么呢 ？GTC Lusso 的那个乏力的当初的设计，米色配棕色的这种风格。然后我当时跟他讲，我说光哥啊，亮哥，我是光哥啊，一定要用我最喜欢的一台奔驰 CLS 轿跑的那个木头，然后上面拉杆线，劳斯莱斯的这种感觉。座椅这叫什么革？鱼鳞纹，这个是用的 Tirreno 的一样的同等。Tirreno 什么意思？无用的知识点，咱们再多学一点。Tirreno 就是奔驰的顶级皮子 ，SB80 还有选装的。对对对，嗯，坐上去感受感受。哎呦。这个顶全是全真皮的，皮顶带打孔，还有星空顶。这个车有个特点，就是我们把新款的 S 的座椅，全套椅子所有功能都有，包括前升高、好舒服、按摩、通风、加热，把座椅的开关也改成新款，带电动记忆，包括你看这些把手全部是软性皮革包裹。大 G 本来是野性的，现在直接是木头把手，是奢华的。这个小格子上面都打了缝线，太有心了。你看这些细节，钥匙孔这个位置都是皮质包裹，这个质感。最关键、最牛逼的在后排，后排对前排不算什么，迈巴赫嘛，讲究的是享受。后排看看怎么样？哎呦，看这个空间，哇！这个后排奔驰 S 直接移植，做了一个框架，直接把座椅往后移了。对，往后移。锥子架有没有？里面充电也跟前排一样，有按摩，有整个皮顶。超级棒，哇，这个舒适感是吧？这个坐高，什么 GLS 迈巴赫，你 GLS 迈巴赫，你只能是坐姿高，你没法去越野。我是三把锁的越野车，然后你还有舒适的空间，这个解决了 G 的一个痛点。小小改造，焕然一新，小姐一定很开心。咱们把这车开给她，看看她什么表情，给她个惊喜，马上她过生日了。我还想领左下角的8000毫米水晶呢，加速码你再告诉我。加速码我就打在屏幕上，想领福利了，点开左下角这个链接啊，再点最下面这个按钮进入游戏使用就行。那你先试车。开心了，这个晚上前面这种感觉很奢华，整体感觉超级棒。走，咱们开回家，好好表现表现，出发。奔驰大 G 三把差速锁 5.5 自然吸气 V 型八缸发动机配合这套内饰太行了。奔驰 G 的椅子一直是好多人的诟病，硬啊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，现在奔驰 S 的椅子直接移植上去，你看上面都带名牌的，太帅了。 S 级这个椅子是舒服啊，太惬意了，出去越野要么就不要受罪，知道吗？这就叫享受，小何看了一定很喜欢，直接一改又变新车，要不说我是天才了。咱们开回家，小何做好饭了，让他下楼来给他一个惊喜。